操！我擦，你摩托车骑到这里了，这他妈的要是骑上来就完蛋了。重庆总是给人非常多、非常惊喜的地方啊！啊，太美丽了。理论上说这个路还是可以骑的。这什么鸟？斑鸠。想多了，这个路他妈的骑下去会被摔死。我操！这里都有监控。这就是为什么国内治安这么安全啊，对不对？到处都是监控。这个老的小区，我刚才骑摩托车，我打算说，这个地方好像有条小路，这要是他妈的从这里骑上去就傻逼了，这是退也退不了，进也进不了，太牛逼了。我靠，老张，我现在走到了一个叫什么？这地方啊，又是个菜市场，又是个小区，我操，非常的不错呀，就那种老社区。老张，你看看这个旁边，这个有感觉吧？这个，我靠，这个是老社区啊。看这桌子。